然后我就是身体吧不是非常好，然后你像我这个年纪我才29岁，我能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养我的肾吗？因为我肾不是很好。可以的，只要感觉不舒服就得吃，没有关系的，明白吗？药补食补不是补，听不懂啊？都是补。嗯，好的好的。那我梦中说让我吃香砂两味丸，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可以，嗯。可以是吧？嗯、那我可以吃丹参片吗？可以，丹参片。如果你感觉你心脏不舒服，你就吃的少一点，一天吃三片就可以了。嗯啊，我倒不是心脏不舒服，因为师傅您说过丹参片就是疏通血管垃圾的嘛，可能就比方说你身体哪个地方淤住了，它可能会有一个瘤啊或长在那，那我因为我气血不是很足嘛，然后我就希望用丹参片把它疏通一下，行吗？所以吃三片呀，不要吃太多，好吗？啊，